我是刘妈妈，又到了我们吹笛子的时间了，把笛子拿出来哦。笛子在这里，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笛子怎么拿。笛子拿在我们的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，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，左手要先找到一个开口的地方，我们把大拇哥放着，然后呢轻轻的放在你的嘴唇或下巴上，我们把一根两根三根放着，这边也是一二三四号。现在我们下面先不用，我们吹的就是收拉踢踢拉收，我们先复习这几个声音。我先吹一次，先吹你听好，来，笛子要放在嘴唇上面，跟我现在一样可以讲话。这是你的左手，不要忘了左手。我先学我吹哦，就用这三个声音。我先听听听听啦，听啦嗦，嗦啦听，听听啦啦嗦。好棒哦！今天我们要多吹两个声音，这个音叫做 so、la、ti。我把上面的手指换一下，它叫 do、so、la、ti、do。你听一次。请你学我吹一次 so、la、ti、do。哆提拉嗦，我们一起来呗，来。你好棒哦，就是这两根手指头交换，一个叫做提，一个叫做哆，提哆提哆，大拇哥一样放着，提哆 ，OK， 都不要动哦，都不要动，以后我把大拇哥放掉，它就 re， 你听，提哆 re， 再听一次，一换开，提哆 re， re 哆提，好棒，我来一次哦，手拉提哆 re。瑞哆提拉嗦，来，请看，再一次哦，我们一起吹，拍子是，来。就学会了。我现在吹一首歌，我吹提提嗦，提提嗦，提提哆提啦，啦啦啦，啦啦啦，瑞瑞哆啦嗦。我们先这样就好，再看一次，提提嗦，提提嗦，提提哆提啦。吹一次，好棒哦！接下去，提提提提哆提啦啦
听一下这首音乐《顽皮虫》。吹哦 ，so la ti do re re do ti la so， 我的手要轻轻放到这里，我的右手。提哆瑞顽皮虫，拜拜。